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扑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341集的节目。我们今天来做一个小比例的第三方玩具 T1 所推出的 MM03， 他们的第三个小比例玩具 Stinger Warrior， 这是勇士。和会的正面呢是人形，背面的话呢是一个蝎子的形态。那由于它是用玩具下去实际拍摄，然后再做渲染的，因此身上各个部件的比例、螺丝钉的分布啊，通通都是完全和玩具是一样的。那先前的话呢，就再次的给各位提一下，他们先前有做过这个老鼠，还有这个黑寡妇。那可以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 Stinger Warrior 的体型的话呢，可以说高大的非常的多，不止身高变高，包括它身上这个非常巨大的尾巴的部分啊，都是占了很大的一个分量的比例。那我们简单的跟这个官方的一个现在 Deluxe 等级的玩具做个对比啊，可以看到非常的明显啊，这个目光完全落在正确的位置上面。然后呢，它的一个金属部件主要就是膝盖以下整个都是铁的金属的合金的，站立性呢真的是非常好。那它还有附带一个是侦察的一个，这是苍蝇吗还是什么来着？看起来应该是苍蝇吧。那它的一个唯一的可动就是这个翅膀可以动，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所以它这个翅膀是可以做一个转动的。那因为 BW 的话呢，我没有看到那么后面啊，所以对这个人物的话呢，我可以说比较陌生。但是这个苍蝇应该就查了一下资料啊，应该是一个侦察用的一个部件，或者是侦察用的一个小兵。好，那总而言之是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加分点了。那玩具的话呢，可以看一下啊，它的一个有一个这个脚啊，它一共有八只脚，那有四根呢收在身体里头，另外有四根是露在外面。那外面这四根脚怎么收呢？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收啊，我是凭印象，好像就是全部把它收在后面，背在后面就可以了。你如果有更好的一个方法的话呢，那你也可以自己去发挥。那这个头的话呢，你是可以把它往上面抬高一点啊，但是我觉得好像是不是应该把它弄下来一点，让它看起来啊比较猥琐啊。然后因为它这个很明显这一块部件啊是硬是多了这个横这一块在这里，应该是要增加它的这个地方的这个宽度吧。然后后面的这个尾巴的话呢，最大幅度我们往前遮的最大幅度呢是可以遮到正前方的啊，所以它是可以攻击到最前面的人。那每一个关节的话呢都是纵向啊，没有任何横向，所以它是不能够做一个转动的，只能往前面动。那这块部件的话呢是不能再延伸的。然后这个红色还挺漂亮的啊，应该是涂装吧啊，应该不是分件啊，应该就是在这个灰色的塑料件上再去做一个补色的。头雕的话呢也做得挺好的啊，这个表情还是蛮狰狞的。然后两边有类似于是这个像獠牙一样的这个侧边的造型。手的话呢比较有意思啊，手部360度的转动啊没有问题。还有一个肩甲的一个，有做出一个肩甲的造型，二头肌可以转动。然后呢这个大钳子里头的话呢，打开的话呢还有一对这个双导弹的火炮。那这个唯一这个玩具呢比较可惜的就是它的一个腰转是没有的，比较可惜。脚的话呢这个地方啊，球形关节，膝盖90度有一个不赖的一个接地性，这个接地性可以说是弯道非常大，你要整个弯进来都是没有问题的。那玩具的站立性也跟各位提过了啊，因为它这个脚后跟还有脚前掌都还有分布的关节。这个玩具的本身的这个倒角处理也很好，你可以看到它全身啊几乎都是一个圆润型的一个体态，不是说它胖啊，就是说它的一个身上的造型啊都是偏圆滑的。那唯一比较尖可能就是这里了，就是这个尖刺这个地方是真的有点扎手的一个感觉。那我们的话呢就非常简单的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啊，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压力就可以变形完成了啊。我初次玩的时候就是也不用看什么说明书什么，就直接就把它掰着就完成了。那主要就是把这个地方给打开，然后呢后面这个把它给整个的给翻开了，这个地方翻开。那这里的话就可以往上打开，打开之后呢就是怎么样，可以看到这里把它打开，看到吗？这个就蝎子的一个后半部就在这，我们就顺势的把这个打开。那我这里可以提一下啊，如果你觉得这个蝎子的脚你想让它翘高一点，就把它给翻转上来，然后让这个缺口朝上，再把这个脚给往下转啊，这个没有一定的啦，就是看个人啦。但是我个人是习惯是把它翻上来，然后再把这个脚掌往下翻啊，这个没有一定啦，没有一定的。
然后呢，这个部件就把它翻下来，里面的身体里面的这几根就把它给放下来，往外翻出去。好，就最麻烦就是整理这几根脚趾头了。再来的话，我们就是把怎么样，把这个部件往上面翻上去，要把它整个的翻出去。其实你看盒子的话，你也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它的一个造型是怎么样啊。这里翻下来，然后呢，将这个手啊，就你觉得蝎子应该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了。到这里，好，再来的话呢，把这个你看上半部差不多快变完了，脚的话呢，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拉开，然后呢，整个退到后面去啊，退到后面去，哎，这样一来，各位应该看得出来了啊，这个时候脚就是要往前面放了。那你看到这里有两个凸，那对应一下就是哪里，就是这个，这里面有个洞，把它往前面，哎，这么刚好就是可以把它给扣进去。那这个人的话呢，就是头的话就稍微躲一下，就可以把它给按进去了啊。那这个部件把它给扣上去。好，另外一侧也是一样的。那记得是把这个黄色的部分是转到外侧，到这里，这个变形已经算是完成90%了吧？就这个手啊，这个调整一下。好，那因为这个，因为我现在手有点流汗，这个玩具因为本身它的造型都是比较偏圆润，就刚刚我提过的，所以它这个不知道为什么我拿起来觉得它好滑，你知道吧？然后把它给扣上 ，OK。那么呢，这个呢就是最后就把它这个上面再压一下，让这个手啊脚啊到一个对应的位置。这个部件就直接往下放而已。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没有什么卡啊，这里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卡扣，但是我个人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很大的作用。然后这个我还以为是白痕，原来是一块水口啊什么，我想要奇怪啊 ，OK， 没事。你奇怪这一集的一个镜头对焦好像不是很喜欢这个玩具啊，是吧？这个镜头不是很喜欢这个玩具，是不是？嗯，最后做一个简单的调整，这个蝎子的手啊、脚啊，就做最后的摆放 ，OK 吧？我们看到这一款 Stinger Warrior 的一个蝎子的形态。那么它的一个因为 BW 的东西嘛，我是相对比较陌生啊。这个应该是 Scorbunk 吧。这个蝎子里头这两个火炮的话呢，这个让我想到就是电影里头，电影第一集嘛，对不对？那个蝎子从那个沙漠里头那个蝎子放出来的时候啊，它这个手上有个火炮会转动啊。我不知道这个梗是不是从电影的梗，不知道是不是从这个人物这个地方去来的。那这一款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你看，这个好像是一个人脸吧。瞬间感觉他一个神奇宝贝的一个风格怎么变得很强，好像是黑色的眉毛，血红色的眼睛。那这一对獠牙很妙啊，它就是这个人形的这个腿的一个斜肩，哎，跑到这个地方，从这个地方看起来，然后呢还有一个獠牙还不止左右，还有下面还有一对啊，所以它是有两对的獠牙。这个地方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部件的应用我真的觉得是蛮妙的。后面的一个尾巴如果你完全把它打直的话呢，哎，这个玩具的一个长度的话呢，会大概将近要两个。如果你这个手臂还要再往前伸直的话，它可以说是完全是被压死的状态啊。大概有两个低级玩具的一个长度，加上它有一个这个人形状态下脚的最重的部分呢，在变成蝎子的时候呢，它刚好呢是在身体的一个正中央啊，所以这款玩具呢，其实它的一个拿在手上的分量感，还有这个质感的话，其实还是相当之不赖的。那这几根脚趾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它很烦啊，因为八只脚啊，全部塞在这个地方啊，是这尤其是你在把蝎子变回人形的时候呢，要小心的把它收到人体里面去啊，是要稍微有一点集中力把它慢慢放进去。其实不难，但是就是你要花点时间把它给放进去。那虽然这个脚看上去很细，但其实它的部件来讲是相当安全的啊。目前看起来的话呢，并不需要像拆炸弹一样去玩，你就正常把玩，我认为都是没有问题的。后方的这个蝎子的这个部分啊，这个地方，我感觉这个地方以我手上这款，这个地方是稍微有一点点小偏松啊。但是你平常这样把玩的话呢，是还不至于说是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困扰了啊。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大家呢分享这一款 TE 所推出的这个 Stinger Warrior 啊 ，BW 的一个人物啊什么的话呢，我是相对比较陌生的，只能单单的呢就这个玩具本身的表现
带给大家做一个分享。那就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